同时我也想问，你作为一个科学家，你现在自己也，是不是经常这个修行这个净土法门，就不仅仅是从，因为有些科学家呢，就是这是理论上探索，但是他自己呢，可能是不是真正去修，就是那么你作为一个科学家，你自己也是不经常像往生极乐世界念佛啊，或者说是你自己也在这方面修行，有没有这样的？很多汉传的佛教徒呢，他们一般来说对于这个打坐禅修很有兴趣的，对对对。这个是也是一般的佛教徒以打坐为主要的修行的工具，每天也打坐，希望能够修心。佛教最重要怎么修人的心，达到那个宁静安乐境界。我就问自己。问我的朋友，我们修佛，为什么修佛？对，为什么修佛？对。很多时候我修佛呢，希望生活的比较安乐、平静、安乐自在，希望呢生活过得比较好，未来呢那个可以一生快乐无忧，就这样，这样呢，好。但是，假如我们做佛教徒，相信那个轮回这件事，对，那个就不一样了。假如就一生，就一生快快乐乐好啊。但假如轮回的话呢，对，这个就不够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因为我们今生这个人真的不容易，对，这个人。记得要轮回这个苦，我们要将就在这一生，尽量可以摆脱轮回。对。这个不一样了。假如希望摆脱轮回的，即使做善事、做好事、修、坐禅、打坐，够不够？这是一个问题了。因为看很多过去的佛经呢，只有修行打坐，慢慢可以开悟。但是我也知道，末法时代，佛法虽好，但是我们本身不对机啊，我没有那个善根不够，根基，机会不够，凭自己的力量来修那么殊胜的佛法，对，很困难很困难。我过去呢是打坐，我打坐我跟很多不同老师打，也打过南拳。用缅甸去一段长时间打坐，我有学过那个道家的打坐方法，去融合这个自己打坐方法。营养学我结打合，坐也不错的，其实有一次我打坐底下呢，我突然间自己问起这个问题：我这样的修行，这个打坐，今生可以摆脱轮回吗？我问起这个问题。很清清楚，我知道，没有可有能，困难，没有可能。对，对。你看，佛经说，大乘菩萨修这个六波罗蜜，要经过50个阶会，十信、十住、十回向等等等，到十地，很漫长的时间。假如修那个小乘时候，这个打坐要经过四禅八定，对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就算到第八定，非想出定，对，还不是摆脱轮无色界，对，回。要到第九定，灭灭尽尽定，七定，阿罗汉才可以。我看我潘中光，哪有能力修色界八定？哪有能力到第八定？这上绝对没有可能。当时我就很苦恼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后来我突然间想想，怎么办好？好像我跟观菩萨有个很深的缘分吧。从小我就信观音的。我突然间想想，观音菩萨叫救苦救难，什么苦难他帮助我们？一般人是求观菩萨，帮助他。
一些小的要求，求财啊，求孩子啊等等，是很小规模。其实人生最苦的苦，就是轮回的轮痛，回之苦；对，最困难的难，是怎么摆脱轮回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认为，观音菩萨到我们世界救苦救难，最终从轮回的当目标中就是获得帮助解我们脱怎么出摆脱轮回了。来，对。怎么摆脱轮回了啊？原来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，所以他的方法是帮助我们到净土去。我再想想，再想想啊，本师释迦牟尼佛还不同阶段也接受净土法门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出路吧。很好的出路。所以我就过去对净土完全不了解，也没有看过净土的经，所以我一下子我要多了解净土法门，再开始看净土三经啊，看很多高僧大德对净土的体会等等，越看越觉得是唯一的出路了。在那个末法时代，单靠自己的修行、打坐，怎么样，有一定的困难。那个力量有限。在末法时代，一定靠一个有庞大力量的人帮助我，给我力量，也有，帮助我才可以成功。对，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力量来自哪里呢？根据本师释迦牟尼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对，这个他力就是阿弥阿陀弥陀佛佛的的大慈大语悲言里，的大悲愿力，帮助我往生净土。对。之后呢，我就再慢慢看，慢慢看，修行修行，就是这样吧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当我很专心念发愿去，我已经修了差不多5、6年了，我下意识有种感觉，我走的路是正对的，确的，对，只要我坚持下去，只要我坚持我的信念，发大愿往生，对，跟阿弥陀佛，同时也那个发那个菩提心，希望帮助其他人一块去。对，对，对，对。为什么发菩提心呢？因为那个极乐世界是个这个非常殊胜的是的，是的，大是乘的，的修行道场，是的。所以我们去净土了，不是单单为了自己解脱。人呢，我们到净土了，不光在积极解脱，同时呢，在这边能够增加自己的那个能量，再回到娑婆世界，对对对，帮其他人，利益无量众生。所以才是往生净土最主要的目标，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菩提心的。这样我就比较安心了，因为我很多朋友，亲戚朋友，很多世界太多苦。对假对，如多一个人回来帮助，要有点好处。是的，是就 要解，只要能回来了，首先嫉妒嘛，不嫉妒哪能度他？对，所以我修净土，修净土以后呢，我发现整个人的这个有点很大的改变。这是很好的一个修行方法。其实，像我们的话，也是虽然学。禅修啊，学一些仙宗的，还有密宗的。但是我们，以前我们的上师梵文经面本座，他也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。然后他的传承弟子的话呢，都是也是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就不管是藏传佛教、汉传佛教，我们都，有一个共同的愿望。我觉得，再加上刚才。潘教授就是不仅仅是一个度自的往生，就是还要更重要的，依靠菩提心，就然后，到极乐世界，就将来这个利益众生。那么这样的道理呢，其实是现在很多人也是特别需要知道的。